啊，好了，咱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关于 launch 就是并发的去执行这个代码，其实我已经写完了，就很简单，就把上面这段代码就再重新 copy 了一次。唯一加的一段就是在这每一个方法里面，我先 delay 一下，delay 多少呢？delay 100毫秒。我看一下它之间的一个区别，在这 delay 一下，然后你真正去调这些方法的时候呢，我们再通过 launch 去调它。其实 launch 的目的就是什么呢？我开一个新的环境去执行它。那看一下这两个的执行方法时间，就如果按照正常的执行的话，这两个方法会相差100毫秒，但是它实际有没有相差呢？100毫秒呢？看一下效果就可以了，就是通过日志就可以啊。在这儿310、317差了7毫秒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说，有什么担心的呢？没有什么担心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并发执行的。人家有人说：“哎，你这个我不是很放心，这个1毫秒我算不清楚。”那我们就让它相差1秒吧，看效果。再来，这样你算清楚了吧？10分秒嘛，这个总能算清楚吧？44，它没有变成45，依然是中间只差了几个毫秒。对啊，你的方法执行肯定是要有花一点时间的，但是显然这是并发的去执行了。但是同时，也会发现，他们是同一个线程，那就是通过线程切换去实现的。所以这就是 coordinating coroutines 的一个特点，就是它把线程作为一个上下文了，它可以并发的去执行，但是又使用同一个线程就可以实现并发。是不是很神奇？OK，那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。结束了，这小节很快啊，结束了。